大家好，我是二号艾琳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面镜子，镜子它会反映出每样事物最原本的样子，不会去做任何的扭曲或改变。你今天看起来是什么样子，镜子里看起来就会是什么样子。我觉得自己就像镜子一样，很简单，很直白，没有太多的拐弯抹角。也希望透过镜子，不单单的只看到自己的外貌，也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自己。也希望自己内心的那面镜子能够越来越明亮。